慢点啊。放心，我不会做什么伤害你的事情。把你眼睛蒙上，只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。好了。上次从大城回来，我便带人种下这片花田。阿武，请接受这份真挚的礼物。你让我如何接受？你喜欢就行。你觉得我能接受你送的礼物吗？阿武，接受眼前的现实。这世上已不再有什么玉昭王，不要再对一个死人抱有希望。看看眼前，眼前有人对你好，有人会保护你，一生一世。你告诉我。玉章王是怎么死的？遭人谋害。被谁谋害的？自然是大成的人。他在朝中树敌那么多，皇帝、皇后、太后，哪个不想弄死他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大成都知道。我当然知道。所以你是道听途说的？这不算道听途说。你可亲眼所见？我没有。那你就是骗我的。你根本不确定玉章王到底是不是死了，对不对？阿武，这呼兰虽然比不上大成的，但他至少远离朝堂，你可以在这蓝天碧水之中好好的修养身心，而我会在这里照顾你，保护你，我会让你此生不用再面对朝堂的腥风血雨。我喜欢眼前的这片花海，我也喜欢这里的山水草木，但是我不接受你的礼物。